莫兰蒂台风来袭，在东部还有南部地区风雨逐渐增强，而许多县市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带你来看到，就是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有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澎湖县桃园市三光国小，还有呢巴林国小、光华国小以及高义国小、南投仁爱乡。 嘉义县阿里山乡来吉国民小学，还有茶山国民小学、达邦国民小学、峰山实际教育学校暨附设幼稚园，以及呢嘉义县梅山乡仁和国民小学、太和国小以及嘉义县番路乡的细顶国民小学哦。那么在下午停班停课的县市，包括了台南市金门县，另外正常上班停止上课的县市，包括桃园市长兴国小、台中市和平区平等里。 梨山里，而其余县市今天都是正常的上班上课。